来吧，我们就直接看几个 facts 哦。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解读。I've spent 15 years eating low-fat butter alternatives to try and keep my weight in check. At 43 years old, I've decided life is too short and swapped out for salted butter on everything. Honestly, up there with the best decisions I've ever made. Proper buttered toast is glorious. 写作写得很好，我觉得，尤其有一些这个片语可能不解释会看不太懂。所以他说的，他花了15年都吃一些这个低脂肪的这个牛油的替代品。好，所以 I've spent 15 years， 那 spend 后面加 ing， 这是我们台湾学过的文法。吃什么呢？ low fat 就是低脂肪的，那后面这两个字是走在一起的，所以不是 low fat butter， 它是 low fat butter alternatives。 好，所以牛油的替代品这样子。好，所以其实应该不是牛油，因为他既然说是牛油替代品，表示他大概甚至可能不是乳制品也不一定。那是为什么呢？所以这边是 in order to 啊，为了要，那不定时接下去 to try and keep my weight in check。所以这边你就是必须要懂足够的英文，才能够看得出来怎么去切哈，切什么？切像例如说，你可能会说 keep my weight in， 哈，这是什么？没有这个片语 ，OK， 是 keep my weight， 然后呢 in check。So if you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而且前面会是 keep 这个动词，这样 keep something in check 就是让这个东西处于一个有被你处理到、有关心到、能够控制住的一个状态。OK， 如果你把它想成象棋，西洋棋也是可以啊。check 就是将军嘛，将军啊，躲掉啊，再将一次啊，再躲掉哦，再将军，直到死棋为止。所以你一直让它 check 啊，就表示它处于一个。Always on their toes 的一个概念，我记得好像上个礼拜还是上上礼拜讲过 ，keep somebody on their toes 的一个片语，就让那个东西处于 alert 的状态。好，所以他让他的体重保持在一个控制住的状态 ，keep my weight in check。然后呢，他现在43岁了 ，at 43 years old。所以你倒算回去的话，他在二十几岁就开始了这样子。I've decided life is too short， 所以他决定了人生太短了啊，及时享乐。Swapped out， 所以这个 swap 呢就有交换的意思，所以他把那个牛油的替代品交换成了真正的牛油 ，and swapped out for salted butter， 所以他吃的就是加盐的奶油，哇，那个多好吃啊！拜托，加盐的牛油这样子 ，for salted butter on everything， 所以不管什么都改成了加盐的奶油牛油。Honestly， up there with the best decisions。Decisions I've ever made， 所以这句可能就有点不是很好懂。OK， 我们来解释一下下。那我的解释呢，要来自于很久以前，就是林来疯啊，你还记得吗？林书豪，他曾经接受过一个访问。这个访问我就看了好几次，因为林书豪让我很感动嘛。那个访问是一个女记者访问他，就在他就真的就是好像头几场比赛 breakout 的时候。然后他就可能就第一场哦，就他得了二十几分那一次，然后并且带领球队赢得胜利。女记者问他：“你会怎么样去把今天这一场、这个晚上这场比赛排名在你人生中精彩比赛的里面？这样子，你会把它排在哪里？听懂我意思哦？”所以林书豪可能心里有着啊，我这辈子最光荣的几场胜利。就包括有2000几年的那一次啊，2003年、2005年，就在那边想有这么一个排名哈。那今天晚上林来疯这一场二十几分带领球队赢得胜利这一场，你把它排在哪里？这样子 ，OK， 生涯最棒的哪第几场？然后林书豪的回答非常简单，他就说：“哦、right there at the top， 就这样 ，right there at the top。”然后他继续说了一些感想。那什么是 right there at the top？ 我就是刚讲的那排名嘛，所以。在他心目中，今晚的比赛排在第一名 ，right there at the top。OK， 听懂了哈。所以回来刚刚这里，他说的是他换了真正的奶油，对，牛油 on everything。Honestly， up there with the best decisions I've ever made。所以 ，OK， up there， right there at the top， 同样的概念，在那上面。Honestly， up there。OK， 就在他人生中所做过的最棒的选择中，换成真正的牛油是在上面的，跟所做过的最棒的选择是可以排在一起的。当然，他或许没有讲他是第一名，可是一定是很高的位置了。So honestly, up there with the best decisions I've ever made。所以这句话是这样子翻译的。OK， 我个人会觉得有些同学
没有经过这样的解释是不太懂这句的，所以我花了多一点时间来说。好，然后他最后一句就说了 Proper buttered toast is glorious 所以好好的用奶油涂好的吐司啊，真是光荣啊glorious， 所以我也觉得很棒。 OK， 你想想一下、哦、涂过牛油的，真的有加盐巴的牛油的吐司，想到就觉得流口水。好 ，Anyway， 来下一个。I have 这、哦、我必须要道歉、哦、就刚刚才讲完这个涂完牛油的好吃吐司，就现在却讲一个这么恶心的东西，所以下面这个故事有点恶心，我先说了、哦、你要是觉得有可能不舒服，你就关掉没关系。这个家伙有点，不要说他变态，反正就是很奇怪。I have purposely I have purposely dropped toenail clippings in each of the 130 countries I have been to. I aim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be a body part, to have a body part, 对不起, in all nations. But I cannot tell anybody or apply for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as people will think I'm disgusting. 结束。好，我也觉得很 disgusting. 所以他故意了。I have purposely, 故意的, dropped, 就丢了。什么东西呢? Toenail clipping. Toenail 就是脚趾甲。Clipping 就是剪下来的，所以他把剪下来的脚趾甲故意的丢在他所去过的130个国家里都有丢，因为他强调了 each。 OK， so I have purposely dropped toenail clippings in each of the 130 countries I have been to。 所以这里的 I have been to 就是我曾经去过那个地方。我知道我们国中会教 I have gone to 跟 I have been to 的分别，的确啦， if you've been somewhere 表示你曾经有过去过那里的经验。 OK， 你不能说 I went there， 如果你说的是 I went there 的话，那表示你只强调你在某个时间去了那里，而不是你的人生中有去过那里的经验，必须强调这个是不同的。 OK， 好，所以 I aim to be the first person， 他想要成为第一个人来干嘛呢？就是在全世界的所有国家中都有他的尸体的身体的部分存在那个国家里，也就是他的 toenail clipping。 So I aim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have a body part， 所以那这个真的也可以算是 body part， 因为这是你身体的部分嘛。 In all nations， 可全世界国家可能200多个，所以他为什么用 I aim to be， 因为他还没有成为，所以他用现在式来说，他还在努力。 OK， I aim to be the first person to have a body part in all nations，但他却不能跟任何人说或者申请金世界纪录，因为大家会觉得他很恶心。But I cannot tell anybody or apply for the Guinness World Record。 所以金世界纪录这个字也是那一个建立是建是叫什么啤酒啊？我忘记那个啤酒中文叫什么，是不是就叫建什么建什么啤酒，健康的健，中文翻译不好，但总之它叫 Guinness。 OK， 不是Guinness， 因为我真的听过一个酒醋小姐跟我推销，欸，你要不要喝一下 Guinness？ 我说 No， 这个叫做 Guinness。 先把你替这个公司工作，至少把人家名字学会讲清楚，所以我觉得这个还蛮应该要尊重一下的。这样，那或许他身边的朋友们或者甚至他老板都不一定讲对，那就不怪他了。所以他不能跟任何人说或不能炫，他不能够去 boast 去 show off， 也不能去申请 Guinness World Record， 因为人们会觉得他很恶心。好，我这边多讲一个，补充一个东西。我们刚刚说 I've been to， 对不对？就是我曾经有过去过那里的经验。我们延伸一下下，就如果我今天跟你讲说我有一个什么什么样的经历，然后是不开心的或之类的，然后跟你说，然后那你就回我一句说呀，我可以理解啦，我也有过这样子，好，我也有过，我也经历过，这要怎么说？难道这？I had it 吗？ I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但这样也不是错啊。Oh, you know what? I had the same experience， 不是错，只是有一个就更简短的说法，很口语的，就外国人常挂在嘴巴上的，就是 I've been there， 就这样子而已。 I've been there。 OK， 像如果跟你说啊，我的亲人在去年过世了啊，什么干嘛这些的，然后我可能很悲伤沮丧啊，怎么样走过了一段这个 emotional 的这个情绪的这一种好的一个 period， 然后你就拍破我的肩膀说 Yeah, I've been there。 欸，这样就可以了。 OK， 所以就不用这么啰嗦的说 You know, I have the same experience。 不是说文法错，可是就不是非常的 colloquial。 好，所以这个大家学一下，你就以后你听到人家在分享什么经验你也有的时候，你就直接跟他说 Yeah, I've been there。
就可以了。OK, I've been there. 那我刚刚讲说 I've gone to 什么地方，就是我已经去了什么地方。所以 go 这个动词有的时候也有一些特殊的片语，像例如说这个 go places。那你会想说 go places 不是 go 要加 to 吗？例如说 I go to the mall, I go to the swimming pool, I go to the driving range 之类的，对不对？ You go to a place。那为什么这里是 go places 不是 go to places 呢？所以这个片语是很特别的。这个片语的意思就是成功。OK, 我这么笼统的说成功，就是我看到你，我觉得你的谈吐不凡，然后身形也高大健壮，所以我觉得这个男生应该是会成功的人。你知道他迟早会，比如说当上经济部长什么三小的。OK, 所以我就可能用英文跟你说 ，You know, I look at him and I think and I see the kind of person that would go places. Yeah, that's it. OK, I can see him, I can look at him, and I can see that he will go places.啊，就是我知道他的人生会到某些境界去这样子。那你把它翻译成是，我就觉得他会成功，大概翻得过去了。哦，所以这就是这个特殊的片语 ，go places， 而且就一定是复数，不是 go place，go places。OK， 好，所以这把它学起来。好，所以希望今天这两个东西啊，算是对你有点点这个对你的英文有点点帮助的。那前面那个故事好一点，后面这个故事恶心一点点 ，but I hope you。Learn something today. Anyway, 我是 Paul, 我们下次见。